另外歼十五最大的一个优势，我们看看在它的底部，就在它的挂载方面，灵活性极佳，拥有8个可以挂载重型武器的重载挂点，而且各个挂点的间距是非常之大的，而且这样呢就可以挂载各种大直径的武器。我们来看看它的机身腹部，我们可以从这张图，可能不太明显，我们看到这张图啊，机身的腹部呢是有2个挂点，如果联合起来使用的话，可以挂载单弹超过4吨的超重型武器。